MCI 懷疑爆炸，現場有13名傷者，一個紅色，兩個黃色，15綠色，另外一個明顯死亡。你睇住綠色傷者。Yes sir。阿 John， 你幫手做村民。Yes sir。長沙灣 SAO 黃海托尼，我已經到咗楓葉街現場，我會take up AIO post。現場懷疑發生爆炸，已經 confirm 有13名 casualty，包括1紅、2黃、15綠，另外1人明顯死亡。麻煩盡快通知 HA， 唔該。 你快啲睇下佢啊！你放心，我哋会处理噶。先生，静啲嚟啊，唔好乱喐。你应该系皮外伤嚟嘅啫，而家同你止血啦。老婆，唔好意思，先生，我行开一阵，呢度咁多急事。阿 Sir， 你唔系帮我老豆止血嘅咩？你陪住佢先啦，我哋搵人处理。先生，你平时讲嘢系咪咁嘅声？ 你而家呼吸唔係好困難，我懷疑你氣管俾濃煙灼傷，而家開始收窄，你好快唞唔到氣。Sir， 呢個 patient 懷疑吸入性損傷，而家綠色變紅色，要盡快送院。即刻安排人手送佢去廣生醫院。Yes sir， 麻煩到先生。 有冇搞錯啊？我老豆爆曬工，你呢個卡定唔理佢？師兄姐，唔該。哦，我認得你啊，你話我知唔見你粒住成嗰人啊嘛？師。 喂，唔該你企翻埋先，唔該麻煩下。唔該你師兄，麻煩你喺嗰度等一等啦。喂，有咩嗌我啊？得啦。 田啊嘛，你见死不救，你根本就冇资格做救护员。你冷静啲先。你惊啊？你惊你啲衰嘢俾人知啊？你都系嬲我知唔见你粒钻石啫。你就见死不救，唔救我老豆你好嘢。我做所有嘢都系依足程序嘅，请你明白。咩啊？你话我唔准投诉你啊？我 support 你噶，我 support 到你帮我做救护员噶。做咩啊？ 系咪有嘢想问啊？在哥佢系唔系你所谂咁？咁点解佢唔解释啊？在哥有自己做嘢嘅一套，我同你可能都会有私心，但系在哥一定唔会有。我话俾你听，我可以啦，送俾你心理医生。咩事啊？应该系俾车撞到，跌两蚊。 严唔严重啊？记得做学生嗰阵，老师问嘅每一条问题都会有一个答案。但到人大咗，我先知道，有时候问问题，对方唔一定会俾答案。我哋唯有自己去寻求，凭住蛛丝马迹去猜度，去推断，去大胆咁假设。最后。 原来答案就喺眼前。先生，先生，冇呼吸冇脉搏，即刻做 CPR。Yes sir。
系咧，你嗰边咧？老婆，我话就收工啫，仲开紧工噶嘛？系，都系讲到一样啫。Good day。Good day。但系有啲事，无论你几聪明几努力，你都系冇办法知道答案。阿在永远都唔知道我最后想问佢嘅究竟系啲咩，或者有遗憾先至系人生。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经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观众还等什么？快点去下载这个 Apps 来煲劇吧。